你好，欢迎查询中国制造2025工业 4.0 研习之旅。受惠于香港政府的创新科技基金资助新型工业化及科技培训计划的资助计划，本中心和广州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合办一个为期五日的创科研习计划。这个计划会在大湾区内南沙创科基地举行。这个研习将深入研究中国制造2025工业 4.0 的项目，和实地考察内地的八个先进绿色科创基地，以拓展商机。这个研习计划的两点包括：第一日，进入人工智能的新世界；第二日，新一代资讯科技和精密控制，和企业数码化转型和思考迁移；第三日，数控基础工具和机械人应用，同埋由新能源汽车至到碳中和；第四日，在航太和航空设备技术中应用 3D 列印和新开发材料的应用和可靠性；第五日，智慧型能源储存管理系统。这日行程要进一步确认，根据创新科技基金的资助，学员可以获得2/3的学费减免。毕业学员会由广州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颁发证书。目前这个研习计划的名额只限20人，成功入取的学员除了可以获得政府 NITTP 减免2/3的学费之外，如果有两个或以上人一起报名，每人还可以再减免港币2000元的学费。名额有限，机会难求，有兴趣的人要尽快报名。如有进一步查询，请致电9797-3975，依家就打9797-3975啦。